亲密行为有助于职场何种表现？在上班前若有亲密行为，有助于职场的哪一种表现？哎，这个太难了。上班前如果有了亲密的行为，整天心情都会很好。因为有了密亲密的时候，就会想睡觉，所以专注度我就先。我没有问你亲密之后会不会想睡觉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